笑什么啦，真的是哈、喔。我要用这个啦。如果装很满的话，我们以前会从这边，然后再把它推进去。没有，我要弄个 V 型的。要放不要转，我要放。哎、欸，哪里啊？这么快？啊对啊，时间到了。你看，嗯。为什么要锁得住啊？因为表面张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铝丝、嗯。好，那你看，我现在把它中间，我想要把它聚在一起，让它变成有一个 cycle。那你把它折一下。好，那有个洞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如果滴这个是肥皂水破坏它表面张力，所以破坏它表面张力之后，里面的表面张力不够，外面张力比较大，所以把它拉开，然后就拉开，就一瞬间把它拉开，它是被旁边的水拉开的，它不是往里面，不是从里面撑开，而是从外面拉开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假设我现在没有那个圈圈的，我把它弄，再把圈圈弄起来。啊，这样比较明显一点哈。好，像这样子啊。耶，撑开了。现在不会再撑开，为什么？没有合起来吗？因为它现在是扩散，已经扩散开，已经平衡掉了，然后就没有那种效果了。滴水就不会吗？滴水要够多，它才能够把它聚集在一起。你要省力气啊。对啊。